等等，你先讲，哎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啊，吵小，I got no drip in my pocket. Must have forgot it, or maybe I already lost it. Don't got enough to go pop it. I'm about to take off like a rocket. Houston, we might have a problem, but that don't mean money will solve 'em. No, that don't mean money will solve 'em. Woke up dreaming other commas, and I got $100 in my wallet. I've been trying to make it, do it for my mama. Ain't with the faking, never with the drama. She said that I'm naked, now I gotta honor that. Replace a Honda with a fucking Model X. Replace my exes with a couple models. She act out of pocket, now it's just a problem. I got it.我昨天吃饭说什么，干你什么事啊？欸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跟谁吃饭为什么要跟你讲啊？那我今天要骂民进党又干你什么事啊？你我爸啊，你现在出来去总统府外面打手枪，你去我就跟你讲，你为什么叫我去总？那你为什么要我跟你讲？你为什么可以指挥我嘞？那你叫你妈来，脚打开给我干。为什么你要干我妈？为什么我今天要骂？不要骂民进党，要跟您报备啊？什么时候你爸多久没有干你妈了？你要跟我讲一下啊，条件交换嘛。一直问，一直叫我讲，干你娘的，鸡巴的！我现在去干你妈，叫你妈准备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Why？ Why？ 啊，为什么你可以命令我？啊，你可以命令我，我就可以干你娘。你说的有道理耶。这个是不是等价的东西吗？为什么你要命令我？我为什么要什么都要跟你讲？我领人民一毛钱了没？我是政治人物吗？我需要受到质疑吗？这个是莫名其妙啊！一直在那边问，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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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。然后这边耍弱智，你也看看你面对的对手是谁？老子是他妈的嘞，全台湾他妈的嘞，最后吵架的男人嘞，吵架王哎！你妈的78号嘞，妈妈是人造人78号，然后你是人造人87号，69号是我跟你老婆的事情。如果你以后有老婆之后，是我跟你老婆69号。不可以色色啊，不可以色色，好不好？真的是，哎呀喂啊！啊！他们看新闻说阿管是收不到钱，才一下子骂什么党又什么党。我到底要收谁的钱呢、啊？谢谢你加入会员。我到底要收谁的钱？不是，我有一个好奇的一点就是，我到底要收谁的钱？我今天如果我可以收钱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？来哦，大家买我这个哈哈这个摇摇杯啊，很摇哦、啊。大家买乳清啊，大家买衣服哦，我就整天就是学政论节目嘛，开台。这今天这个啊，这个你看看台中市长卢秀燕啊，要打人啊，要打人啊，要乱七八糟了。你看卢秀燕，你要不要出来负责 啊？台中他妈的什么演啊，是不是？外太空假到内子宫啊，学的政论节目啊，我不是没有钱可以弄一个摄影棚可以弄啊。邀请我们来宾来，左边是国民党立委。哦、你妈卡好，右边是他妈芒果干阵营民进党，来中间的是白色力量、黄色力量、激进党，然后他们吵，好，然后我当个主持人，哎、欸，等，来，你先讲，哎、欸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啊，还可以秀个肌肉，啊，超小，三小，一定很多人看，我一定他妈全台湾第一的争论节目，真的不爽可以把他妈的人拖过来个井嘞，干你吃我一个赖豆，干闭嘴，操！节目收视率绝对很高，来来宾都要戴那个搏击用头盔啊！为什么要戴这头盔？主持人会发狂啊！主持人随时给你一个鞭腿啊！操你妈的，随时给你勒紧啊！随时他妈的一个昂霸，操你妈，把你手拉断！操你妈的一个十字固，干！你再讲，操你妈，国民党干昂霸！啊，干到这边拍桌！啊 ，no， 馆长 no， 那不是很好吗？那不是很好吗？我这边卖啊，不要闹了，真的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没拿钱，我就没拿钱，说我讲钱的钱，钱啊，给我 ，give me money， bitch， 钱给我，好不好？给我，好不好？钱先给我再说。好不好？真的不是大家想的这样子的。那有人刚刚说，馆长打游戏你都看不下去哦，每次馆长打游戏的时候，你都想帮馆长打。啊啦啦！哎，干你俩鸡巴嘞！干 ！Hardpoint identified. Hardpoint secure. 靠背啊！干！妈的！怎么这么卑鄙啊？干你俩太小啦！哦，干你！你要死！干！
你娘回家干，鸡掰啦！我干你娘，用一个推车你娘靠嘞！因为你看阿管玩游戏，你想帮阿管打游戏哈？那这个同理可证嘛，一模一样的嘛。你各位打炮的时候，我是没看到啦，看到的时候，我也想帮各位干，哈哈。你干得那么烂，我来干给你看，一样啦，一样啦，好不好？哈哈，干你娘！以后我在玩游戏，你在那边西北看看，干你娘嘞！什么叫做我每次看阿管玩游戏，我都超想下去帮他玩。我以后看你打炮呢，我也超想要下去帮你干的。操你妈！我超想，你会不会干啊？你会不会啊？会不会 push？会不会 push 啊？会不会玩捏捏啊？啊，不会，会玩屁股啊？我他妈玩那么烂，我帮你，会不会玩啊？我也想帮你干，闪开，让专业的来啊！你老婆，我帮你推开，闪开，让专业的来啊！啊，我要进去了啊！啊，要忍耐一下啊！哈、啊，闪开，让专业的来，干你那鸡排嘞！那我们的这只鱼友非常贴心哦，我们不做罐装的哦，因为罐装会重复去摸它，我们做这样。漂漂亮亮的，就是让你带着，不要说一罐。我大家知道嘛，营养品是很多人一起吃嘛，因为我有非常多营养品，每次要去挖那个药，手指你这样倒退很多吧，你手指去捞，你刚刚他妈的明啊，你在那摸懒觉，干你啊，在那边拉，在那边挖药，爸爸摸懒觉，挖鼻孔，干你啊，拿出来出，你是不知道倒出来你吃到懒觉、哦，啊，不吃到爸爸懒觉了，哈哈，我示范给你看，你爸爸嗯啊懒觉就上位哈哈，啊白懒觉哈。哎，我甲甲鱼友哎哈，他倒是不是都会太多？他有时候倒太多嘛，所以他一开始满的时候比较好倒。你吃到一半的时候是手要进去拉，你会这样子拿嘛？你会这样子把它拿出来嘛？你在里面拉不可能拿到一颗嘛，你一定全部拿到嘛。你一个手指下去是不是摸到很多颗？是不是啊？下一个去吃的就爸爸的懒觉全家吃，是不是？鱼友有来记吗？因为莱克多巴胺嘛，它是属于细咖、欸、四角兽啦，它这个在海里面游的哦，就不叫有重金属哦，吃下去可能你的血会有铁质啊，哈哈哈，有汞啊，可能会变他妈核生化人呐、啊。我们这个海里面的生物不流行莱克多巴胺，我们比较流行重金属。很害很害，什么干你娘铁啊锌啊各种重金属，敢变钢铁人吗？我可以另外开啦，另外开那种重金属含量100%的来卖，吃一个月马上肾衰竭，有没有那种要让肾衰竭的，或是那种肝硬化的？如果有需要，可以来跟我们强烈要求，我就是要吃黑啦，你不超标我不爱买。所以海里面的都是走重金属污染的，我品质保证最顶的鱼油，你这里在鱼油里面还要看到一点点的那个铁锈哦，不是金箔啦，不要讲晒啦，铁锈保证的。里面含重金属绝对超标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吃一个月没有送急诊，你来找阿管，我陪你，产品我免费退钱哦，保证吃不到一个月，绝对送加护病房急诊，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办丧事，好不好？居家旅行害人拿遗产必备良药哈，那什么增家产啊，这边连续剧啊，500斤、3000斤那种的啊。哦，你个爸爸，我给他友好者，我买这骆驼绿也是鱼油，哈、哦，啊好，恁爸吃了，一吃了啊，我头来一疼，啊就昏倒啊，有无？然后你就去改遗嘱啊，分家产啊，最佳良药，好不好？哈哈哈，保证啊，吃不到一个月，轻者全身瘫痪植物人，重者立即死亡。如果你有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，私聊 ，call me 哦，记得送一根按摩棒，私聊、哦，公的母的很简单，你把它咬破，有小的味道就是公的，有水的味道就是母的。如果你是处男是分不出来的，你必须玩一个游戏 69 你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如果你要分辨这个鱼油是公是母的，没问题，但是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女孩跟她玩过 69， 你吃下去，你把它咬破嘛，有小的味道就是公的，有女生的那边的味道就是母的哦、OK 老师在问公的母的，干你娘！你别看到我都把它包好，我不包好，明天仓库又多了30000罐出来，会交配、欸。师傅出事了，什么？我们鱼友忘记把它包好了，他们交配了，妈的，10000罐变30000罐了，这怎么办？哦，我很怕嘛，哦，自己生鱼油出来制造困扰嘛，王八蛋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把它隔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每一个人都住防御旅馆，独栋的，一间一间隔开。哦，你看我这个想法。是很周虑周详的，往长远路线走，好不好？嘿、hey, ，我都隔开了，都住隔离病房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、hey, ，绝对不会交叉感染，也不会修感，好、哦。B
不要老是他妈的问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好不好？